牛，这所高校放的科卫星，新华社上海10月15日电，10月14日19:05:25，由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发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大学生小卫星负二 A 号，搭载长征二号丁型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入轨。这颗卫星也被称为 SJTU 思源一号 ，SJTU 是上海交大的英文缩写，思源则取自校训银水思源，爱国荣校。星线分离后，卫星于10月14日20:25成功接收卫星遥测数据。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智能卫星技术中心团队成员成功获取卫星遥测信号。